坚贵所在吼，多暖流线才会更好啦。迄个囡仔真正是真毋是款啊！我无想看阿姐你几岁啊，搁敢甲你笑？不要紧啦，莫甲计较啦。要食饭啊，毋通受气。迄款毋食囡仔吼，掠去乖乖的，阿爸就乖啊。正话，恁个查某检察官真牛，脚手真好。你是讲王菲啊？啊，敢有男朋友？无听伊讲咧，若有机会哦，介绍甲正经实在。是安怎啦？好啦好啦，我先安排看卖哈。校长，今日什么日子？你怎往家回来？哎，我早上才拿到机票啊，已经很赶了。来接长你啊！回来就好啊，买什么礼物？爸，啊，你考试安怎？啊，就去学一挂车道的哦，甲车倒啦。妈，我来了。免啦免啦，好啦好啦。看到囝哦，都拢好啊。哦。得了危机啊！是啊。去市里算算，食饭食饭，来。好啦。行行行，来来。达达来了。不要紧。他这里啊。今天。啊，这个老啊啦，钱减贪过啦，加留一寡时间，咱台湾陪恁爸敢袂用的啊？我尽量啦。好啦，我知啦，我会把工作交给其他人去做，多花点时间陪两位老人家，好不好？好啦。哎，小蛋哎。Happy birthday！ 我送恁老爸的生日礼物收到未？拜托，多谢你。我会替阮爸爸吼，好好来甲你说多谢。莫遐尼客气啦。哎，就当的，敢要搁遐尼硬？不坐落来好好瞧一下吗？啊？你若是要搁遐尼硬，下一回。我送予恁老爸的可能就是轮椅哦。赖董，赖董，殡仪馆的生意哦，我有在做了。如果你要谈什么生前契约哦，我会好好的找人拜访你啦。假欠崩蛋，是啥嘛？哦，一个客户，谁敢得要死啊？那我找朋友看怎么样，帮他办丧事。掉吗？毒虫在养了，除了我们，没有人能帮你。你要我怎么样？你要我怎么样？欣姐在问了，什么时候到了公司上班？你们这样子逼我，我为什么要到他店里上班？他答应了吗？没有，一开始都是这样子，烦死了。该怎么做都清楚吧？是。听好了，跟着我欣姐，你要什么有什么，只要你肯乖乖听话，到时候呢，我一定安排一个比石董更年轻、更有钱的老板给你。
要是你继续这样坚持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再给他一些营养品。是。不要！拜托，不要！只要一回家，就会是好几天。而这几天，他一定会乖乖待在家里陪他父母，不会四处乱跑。难得可以享受这样的清闲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你们可以休息了。可是，刚刚阿静打电话过来，说大哥正调集人手，准备对付赖董。知道是什么事情吗？赖董让人去找昌明诊所，大哥的父亲跌倒受伤。联络一下赖桑，说我想跟他聊聊。那大哥不是要处理吗？我说的话你听不清楚吗？这么晚请你出来，实在不好意思。鸿门宴啊，人咧讲缘无好缘，搁再讲我罗宗林没有再怕过的。纯粹只是想找赖嫂聊聊天，有必要那么紧张吗？赖嫂，你是不是担心我会把你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呦，能让这种水当当的美丽老板娘哦吞了去啊，我死也甘愿啊！怎么？你要替那个美健经哎，说人家听是不是？啊？赖莎，请坐。赖嫂，请用茶。谢谢。我只是希望大家以和为贵，出来求财不是求气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讲这句话，我就介意听。也不过今嘛是恁规划拢捧去呢，你叫阮要哪生存？啊，当初时咱大家就拢超好势，酒店归恁。KTV 拍鼓甲哈哈是我的地盘，啊，即卖是安那，大家小巷拢是恁的人，啊，就算讲恁会员充足，要安尼削价竞争拼价效，会使啊，啊，这卖正经的，若要甲我耍这个割喉战，我会甲伊耍到底，到时阵哦，大家耍到老血流滴，我才看有啥物好处。这个我懂，不过。你这样对付一个老人家，传出江湖不好听嘛？
正经他爸年纪大了，你如此为难他，实在不应该。如果我说你刚喝的那杯茶有毒，事情就好办多了，对吧？你若要落刀，你会跟我讲这么多话吗？对不对？讲啦，你想要安怎？我请赖嫂来，就是为了大家共同利益。讲到利益，恁家考虑恁的利益啦，啊，阮呢？无要紧啊，阮的日子若无好过，恁若免想要过，大家拢莫喘气啊，对不对？我了解赖嫂的意思。我看这样吧，我叫底下人调整一下他们做事方法，你这边给我点时间怎么样？水头家娘，你既然都安尼讲啊，这个面子我一定做给你的。头家娘，迄卖正经会做你的生意，我嘛会当做。搁再讲，我会当比伊给你的条件搁较好，安怎？有想要跟我来配合一下无？还是要过来对我？啊？这些话，要是让正经听见了，他肯定不会放过你。哦，是哦，哼，哈哈哈哈，啊。我就只爱美人，不爱江山的。哎，好了，路我不要恁啦，你好好考虑看卖。啊，若是时间，我给恁两天。这两天呢，你叫你的手下退出 KTV 跟泡。小包，叫底下的人先退出 KTV 跟泡。以后事情我会处理。哈哈哈！啊，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遐尼水的姑娘啊，竟然去插在迄个正经的迄堆牛屎巴顶，啊，有够可惜。哎，不如讲，这个查某若肯来搭档，咱就变作上界大的大官了。嗯。好啦，行啦。大，就等下。想袂到你也着爱靠查某替你出面来敲代志，做老大那安尼是真落水呢。啊！我就正经做代志哦，啊不需要查某人来替我出面啦。啊，你送爸爸的生日礼物哦，我即马就还给你。倒来！看，上干面讲好，阿爸着水叫人拿走，你咪会帮你说。哎，别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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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赖仲仁是什么咖？还敢跟我平起平坐？我要不是可怜他，给他点地盘，让他做生意，哼，他还好意思来跟我讨价还价？他妈的，还敢动我老爸？我刚才也单帮你说啊。大家和和气气做生意有什么不好？难道非要把事情弄到社会版头条，让剪掉注意我们，你才肯坐下来好好谈吗？赖宗仁的货从哪来的？不也是从你下游拿的？多卖一点也是在帮你赚钱。我们守的酒店这一块有什么关系？我要怎么做生意啊，不用你管。总之啊，我就是不要让他做大，就是要让他没有货没有市场。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养他底下这批人。难道要我养一个会对付我的人吗？那可不可以静下心来好好谈，不用动刀动枪？警方找上门，对大家都不好。你光想着让赖宗仁做不了生意，他活不了，会让你好过？那我让他喘气，他会感激我吗？还有，我看他一副看你色眯眯的样子，我看到就鬼八位了。我没有结婚，当然会有很多人追求。怎么？吃醋了？好，那我们结婚。结了婚，谁敢在我头上打歪主意？怎么不说话？我也是有在安排我们。我知道，我的身份进不了你家大门，你不会带我去见你父母。那你就听我的嘛，结束你手边的生意，做一个单纯的女人。那是因为我太了解像你这样的男人。你给我什么保障？我太那么多小姐，难道我会不懂这点道理？女人啊，一旦过了黄金年龄，哪一个男人会珍惜？我就是了解这一点，所以我黄立新只靠自己，不靠男人。那你现在身边的生意哪样不是靠我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哎，我没有其他的意思，我只是希望你收敛一点嘛。粉的生意我来做就可以，我进口进来交给别人卖就行。你不要把那个通路啊非要搞得这么复杂，行不行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你什么时候娶我，我就什么时候停手。美国那边在练咯，啊，这个时间哦，美国是早起，有重要客户来拜访，结果我人在台湾。生理搁较无闲，睡眠嘛是爱注意。啊，你安尼无眠无日在做工课，厝也毋是在欠钱用。正经啊，你也袂少岁安尼，啊，那连一个对象也无。啊，你敢毋知影讲哦，我甲恁爸两个哦。都想要哦，早一日抱着孙。妈，其实哦，你嘛知影，结婚真简单。可是啊，我想到要怎么样维系一个家庭，以后小朋友的这个教育问题哦，刚才想到这，我的头壳疼。啊，是咧疼啥？爸。哎。来，娘过来。好。Thank you.
爬去床啊。啊，你讲话啊大声，我睏会去啦。你拄仔咧讲啥？你啊娶某生囝要安怎？你最安心，囡仔若出事哦，我甲恁老母会甲你照顾。啊，最主要啦，就是要娶的人哦，爱正正当当。是啊，上好是哦，莫找一个甲你同款无闲在做生理，安尼哪有时间生囝？啊，上好是吼，恁找一个哦，踮咧厝的相夫教子的就好啦。嘿，我来自到今拢毋捌听讲你有对象、有女朋友哈。我看安尼啦，即几工啊时间互我，我来安排，我安排一个较适合的查某囡仔，互你熟悉。啊，都什么年代了，我安排相亲咯。啊，相亲敢会歹？你有啥物意见？无啊，无意见。这里一定会死的。引起人家的注意。想离开这里是不是？给他早餐。是。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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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不要这样对我！我答应你，我去新建的电影上班。不要！拜托你们放过我，拜托。停！把借据签了。没有欠你们钱，我为什么要签借据？我不要。我待会会拿钱给你，你不签，我们怎么相信你会乖乖到欣姐公司上班呢？签了他。打扮打扮，待会送去欣姐那里。是是。其他没事，别打牌。这些小姐看好，窗子放亮点。
用捡到的纸钞，上面写的求救助理就在这里。待会我们分四波，国基、中义、药亭，你们各自带人封锁所有的出入口，往民众检举楼层前进。如果有发生任何的异况，马上控制现场。是。还有，特别注意是否有被囚禁的人，因为他很有可能是丢出纸钞求救的人。了解。行动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警察林姐。快跑！班长，别了！走这边。林姐，警察林姐。林姐。没有家可以回啊。台北哪里？我觉得有家一定要回。不会站好是不是？啊，会不会站好啊？站了没？废话，哪一间家的？板桥主家。根据警方的调查，这些人并没有吸毒。嫌犯的说法是说是医疗纠纷的。你觉得呢？主任，我想去拜访一下石医师。我知道石医师是主任的叔叔，所以应对上我会注意的。哦，不要因为他是我叔叔就有什么特别礼遇的地方了，该怎么问就怎么问。那关于那些闹事的人，一定要查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才不会让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。我会查清楚。主任，你心情不好？我叔叔要我替我堂弟安排相亲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才好。安排相亲不难啊，是你堂弟不愿意啊。是这样的，昨天我叔叔的诊所被那些嫌犯捣乱的时候，王妃在场，她有帮忙，所以我叔叔对王妃的印象非常好，要求我要安排王妃跟我堂弟相亲。王妃？所以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烦恼了吧？主任，那你需不需要我帮你开这个口啊？怎么开口啊？开门见山啊？不是啊，这种事情要拐个弯讲啊，直接讲的话王妃一定不会答应的。先不管这件事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叔叔礼拜一、礼拜五都在看病，其他的时间都在家里啊。我了解。拍摄，拍摄，来来来，来来您得了。谢谢谢谢，多谢，谢谢谢谢。您开讲，我来买菜哈。哪里来？王杰在我嘞。贤弟啊，我这工作让我分配哈，你们这个案子刚好是我负责的。根据嫌犯的说法，他是说因为跟你有医疗上的纠纷，所以他才找人来找你的麻烦。那石医师，这个说法你有什么看法没有？什么医疗纠纷呐？这个分明就是没事来挑衅啊。请问你是？哦，我叫石正金，一起问爸爸了。石医师，我想能不能请问一下有关于戒毒诊所的事情啊？
是这样子啊，是不是因为常常有人来要求打毒针，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无咧，唔捌人咧，这第一次诶。是这样子啊，戒毒诊所本来就是非比较多，因为来要求戒毒的人啊，背景比较复杂，会比较多问题。我也是这样讲啦，所以阮太太吼，搞脑筋嘛，讲叫我讲啊，你有遮侪戏啊，会当卖看尽就卖看尽，所以我又请一个少年医生来咧甲我帮忙啊。啊，我这戒毒诊所吼，嘛年外前才开业的呢，这第一摆也唔捌人咧咧。其实你介不介意我去问诊所的另外一位医师？检察官，被伤害的人是我爸爸，跟那医师应该无关吧？你应该是怎么去起诉那些伤害我爸的人才对啊？我爸爸是受害者，那些人来无理取闹，应该给他们一些警惕吧？徐先生，你不要着急啊，我想去问一下诊所另外医生的用意，是因为我怕这些纷争啊，是不是从他那边过来的？应该不会，伊若有问题，早就甲我讲，代志咩啊发生为我遮来。我一看到了，里里外外我都打听过了，里面会有人照顾他，总裁。最近因为萧仁汉被捕入狱之后，整个市场都变了。我打听到消息，石正茂的叔叔石昌明，他所负责的戒毒诊所好像有在贩毒。诊所每到了夜晚，门庭若市，人满为患，据说都是去那边拿毒品的。另外，石正茂的堂弟石正金刚从日本回来，正准备接手萧仁汉的生意，但是另外有一个人叫赖宗仁，也想抢这块大饼，因此两边已经大打出手了。石正茂，你口口声声你是司法的正义，司法的公义，点阿兰石头嘞，结果规家伙拢离婚啦。好，恁爸会当给你石头变石斧。总裁，这个石正茂好像并不知情。你莫听放屁人高兴，这样代志查一清二楚，是我改带这种出来。是。外口的空气袂歹呢，多谢恁的气数。我来讲，我系一个，甲恁感谢。张哥，想不到你可以重获自由，老天爷真是没有长眼睛。这是法官的正义啊，法律的公正，维护我这弱势老百姓，这叫民主法治的国家，你知影无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若不落，会使找个法官一下。甲恁司职人检察官讲，地球是圆的，小度会对。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可以让这种人交保？法官说，张国豪疑似罹患癌症，所以申请保外就医。也因为在被拘捕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反抗，又配合侦讯。所以没有逃亡之余，另外还有两位立法委员替他做担保。我们好不容易可以起诉他，为什么要让他走？法官到底在想什么？王妃，主任，
张国豪交保的事，相信您也知道了。现在所有的程序都合法，所以我们只能尊重法官的裁定。不过我会想办法尽快拿到张国豪的检查报告。如果他的病情不符合保外就医的规定，那么我就会要求法院再度执行羁押。不管怎么样，放他离开就是不对。张国豪难道没有本事买通医院吗？篡改病历吗？我们抓他抓得这么辛苦，结果法院没有考虑他的背景，这么简单就放他走。杨姐，我知道现在不管说什么都无法平息你们大家心中的愤怒，不过你们要想清楚一点，张国豪想尽办法要保外就医，他为的是什么？绝对不是为了要看病啊。所以你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你们自己的安全。主任，我们个人安全事小，问题是我们之前所做的努力不都白费了。王妃，我们要有信心，我们能抓他一次就能抓他第二次。从现在开始派人24小时监视张国豪的动向。是。主任，你们家人找你。阿静，阿静，阿静哪里来了？无啦，我就听讲要来甲张家斗三工，去检查看细多只。张先生，伊来伊啦，多谢哦。啊，你人有较好？我有较好啦，多谢。啊，王检察官，张哦，你亲属嘛感谢你安尼保护阮先生。这是基金呐，你赶紧吃，好好顾身体哦，唔才有法度为民服务啊。不用了啦，石老先生遇到事情，我们能够帮他解决是我们的本分。东西我真的不能收，不然东西你拿回去，心意我收到了。不喏，啊都已经赶来了，哪有搁赶倒转去呀？来，静宝，嘛讲一话。阿静嘛，阮真正袂当受累啦，啊无安尼啦，你看这基金偌济钱，我有你，啊剩我有王妃，安尼就袂要紧啦。谢谢主任。我看恁大家还袂吃饭的款呐，咱到底来吃大碗饭呢？哦，阿叔啊，你安尼一来就送礼，搁要请吃饭，阮就搁检查官会惊啦。啊，你若安尼来，这顿算我请啦。咱找一个所在好啊，做伙吃饭。那你们全部一起来啊。好啊，我好我。主任，我待会还要去世行大那边忙。我 OK， 我下午没事。雅琪，我看你还是跟我一起去世行大。嗯，我。不然还有谁啊？王妃，你没事情啊？不然你跟他们一起去吃饭哦，你就当做补身体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我介绍你们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怎么这么早就到了？我得打个电话跟立新讲一下。阿静，哎，静静啊，静静啊，那这紧都搞？静静啊，这王小姐哦，就是昨日金锁加八斗三工的。哦，你们快找你呢，脚手偌好诶，文武相全呢。所以我拜托静我啊吼，甲招来斗阵食饭，要甲你熟悉一下。不会吧？安排我跟检察官相亲，把戏套个派给哦。这应该不是单纯的吃饭吧？主任怎么安排这样的饭局啊？啊，大家来吃啊吃！来，你别别，啊，你别别，我吃先啦。来，好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请跟我来。
原来是朋友介绍过来的。是。那我就帮各位准备套餐，有没有什么机会不吃的呢？无啦，大家拢有吃啦。不，这小姐哦，都感冒，你穿较正哦，吃剩的拢不要紧啊。啊，没问题。阿伯，你还真疼你女儿，好让人羡慕啊。无啦，伊不是阮查某囝啦。那是媳妇喽。啊，那是新妇就好啊。希望借你的金口，给这个好言呐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来相亲的。放心，来我们这相亲十次就有十四成的。那我一定要招待一道百年好合，希望好事圆满啊！多谢啦，多谢啦。老板娘，你真会说话，八字都还没一撇呢。那就快一点把八字拿出来合啊！请稍等。哎，静雯，哎，你有甲讲无？阿静啊，也袂啦。啊，即阵啊，黄飞身体无爽快啦。我想讲哦，找较适合的时间才甲讲啦。王检察官，我感觉叫你检察官哦，正清楚。我故意叫你王飞，安尼较亲切好无？不要紧啦。拜谢啦。啊，就阮这后生正经啊吼，人正可以。到早安排交个女朋友啦。啊，我吼自从昨看到你啊，我真喜欢你，真牛哦！所以我唔只拜托静雯啊吼，约你出来食饭，甲伊熟识，啊，你将甲伊招来拍戏，拍戏。没啦，可以跟阿伯阿母这么好的人一起吃饭，是我的荣幸。拍戏，我来生秀姐。来，你们茶啦。来。来了。你放手！李欣啊，你刚在里面干嘛讲话酸溜溜的？明知道是我的爹，还带他们过来，摆明是要气我的吗？恭喜，你成功了。你是在恭喜啊啦？那是别人安排的。里面那个是检察官呢，我找自己麻烦啊！你玩的女人那么多，检察官倒是头一遭。我想，一定很刺激吧？欣姐，大哥你也在？什么事？我们刚刚关人的地方被条子冲了，一定是赖中人。小豹，联络阿静，叫你马上去赖中人公司。好了啦。等事情查清楚再动手也不迟，你回去好好想你的亲吧。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，是我叔叔跟婶婶把我抚养长大的，他们还供我读书。原本他们是希望我能够读医科，将来可以继承我叔叔的诊所，没想到我比较喜欢法律。他们又以为说我毕业以后会当律师，没想到我跑去考检察官。我叔叔婶婶对我来说是恩重如山啊，我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看待。所以，我叔叔对我有任何的要求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拒绝。王妃，今天的事委屈你了。是有那么一点尴尬，不过还好，他们都是好人，我感觉得出来。我那个堂弟啊，一下子在美国，一下子在日本，都这个年纪了，
还不赶快找个结婚的对象，真不知道要让两位老人家担心到什么时候。那就要好好劝劝石先生，请他快点结婚啊。这件事啊，跟他说好几年了。对了，王妃啊，你觉得我堂弟这个人怎么样？他人不错，只是……好，他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啊。感情的事嘛，要讲缘分，缘分没到，说什么都没有用。我是很好奇的，你到底会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？我从来没有听你提起男朋友的事啊。没这个心吧？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，把眼前的工作做到最好。主任，你放心，如果交男朋友的话，我一定第一个通知你。好，没关系的，这是你的隐私啊。啊，对了，王妃，今天的事啊，我还是要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我保证，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发生了。嘿嘿，好，好好，哎，我有人起来，另外去讲哈，好，是。哎，老大。哎，林总裁。安生，我过来跟你做。哎，唔当来讲。我都要搞我转来呢，我靠，差不多，拢在注意我行动。所以我才叫人请你过来。来，姐。姐啦，来。我唔知影张总裁，你即摆找我是有啥物代志需要甲你斗三工啊？卖讲遐清楚了，哎，你嘛是一个角头哥啊们，我请你来，想要合作合作。合作？我唔是做建筑的，我要安怎甲你合作？你有咧卖粉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照我所知，张总裁，你这个物件你不是真久无捌啊？啊，而且你后生即届嘛，因为这个白粉的代志，才让张入去啊。那是家己做你来，要怪什么人？莫非总裁你是想要重新起股，要过来捌这心？你咧讲啥？我听唔。你看，我公司创这大，我还卖粉啊吗？我问你，琼林金寿你知影？琼林金寿，我知影。你是想要知影啥？向奎的。赵正经因老爸赵琼明啊。你含赵正经有心结对不对？这个人想要规划拢叛逆啊。所以有一挂代志敲袂好势，我帮你敲，我听你。但是你知唔知啊？赵正经有一个堂哥叫石正茂，是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，知影无？我看你都拢无清楚，安尼就凊彩弄人进手，你咧提拳头有证就使呢？拄则我接到消息。检察官方面已经在调查这宗案件，最后一定调查你的身躯来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当替你处理。是讲，张总裁，你现在要跟我斗三工，你总是要我了解啊。敢对付赵家人，就是我的朋友，那个南华的石主任检察官。喊我完成，我绝对袂放你出。目前我有真侪代志袂使处理，你含石正金的冤冤枉枉代志，我替你处理。你爱的地盘，我帮你创好。你安安稳稳做生意，我保证无人甲你抢。总裁，有你一句话，我就放心啊。No problem， 我绝对给你搞定。好，来，
就好做一块。行行行，我该知影，赵正经是不是利用几间酒店在卖粉啊？酒店内底是无这物件啦，伊是伫别位用白粉的来咧控制这个噪音啦，所以伊店内无这有诶无诶。不过聪明诊所就歹讲啦，表面上呢，伊是一个解毒的诊所，其实呢，伊内底是咧卖毒。聪明诊所，嗯，好。你卖搁遮代志啊，全部我来处理。但是这样代志一定要确信。总裁，放心，我绝对袂骗你。欣姐，刚刚我们从警方那边得知消息，不是赖董的人报的，是有人在1000元上面写上求救，引来检警。是我们的人吗？应该是，不过会这样做的，应该也只有新进人员。小姐们除了身上穿的衣服，还会带其他的东西吗？不会。不会。除非……欣姐，欣姐。欣姐，欣姐，我真的不知道石董是你的男朋友，我不应该瞎了狗眼去勾引他的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只要你不要再打我针就好了。欣姐，我错了，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，对不起。嘘，不要再打，欣姐都看得心疼。坐我旁边。哎呀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？男人喜欢在外面乱来，就算绑住他，照样能偷吃。如果他心里有我，就不会这么做。欣姐不怪你啊。谢谢欣姐，谢谢欣姐，没事啊。平常都是用什么化妆品啊？我平常就是画画眉毛。画画口红而已啊！啊，这眉笔怎么那么钝？怎么画眉毛？难道你画两条毛毛虫在脸上？那是前几天弄坏的。这么巧。娇娇，来，来，坐下来。画个眉毛给欣姐看看。歪了就不好看了。Thank you.
理得干净一点。是。病患啊，我来帮你倒水。谢谢。怎么讲谢谢的口气好像不是很开心啊？哎，你现在身体状况不好，你就少熬夜。人家拿基金给你啊，就叫你好好的保养身体，你就不要辜负了施老爷子了。既然让我好好休息，干嘛让我吃那顿饭呢？因为你健康有状况嘛，所以吃点营养的这很好啊。哦，还有，你这么英勇的救了史医师，那么他要聊表谢意啊啊，所以请你吃顿饭，这也是很 OK 的嘛。哎，怎么样？我介绍你们的高级的日本料理，气氛很好，聊得很开心哦。所以你早就知道吃这顿饭的目的了哈。哎。我现在在诘问你，说实话，不知道你说什么。你说话，杜亮琴，你早就知道主任的叔叔来的目的了哈，所以你就说你有事要去世行大一趟，还顺便把雅琪带走，就是不想当电灯泡。接着又这么好心的介绍一家高级日本料理让我们去，不是、啊？你看史医师对你的态度那么关心，把你当成好像自己的媳妇儿一样。杜亮琴，你这样开玩笑，你很开心吗？好啊好，我老实告诉你，主任那一天他跟我说，史医师非常欣赏你，希望安排你跟他儿子见面。可是主任他自己不好意思开口，那还来不及他开口的时候，史医师就找上门，所以。我就顺水推舟啊！什么顺水推舟？你不要生气嘛，你不要生气嘛！你生气还是很漂亮。杜亮琴，好，我不说，我什么都不说哦，我不说。生病就不要生气了，这样恢复的慢啊，恢复的慢。不过说真的，刚那顿饭应该吃的蛮高兴的吧？你常去啊？没有，是雪莉带我去的啊。你也知道我个性，平常我一个便当就可以解决了，我怎么可能花那种钱吃那种东西啊？那你跟雪莉最近进展得如何啊？啊？我是看你们最近都走得挺近的，而且你常常在担心她。我也担心你啊。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不是，女孩子出任我总是会担心有没有人照顾嘛。我跟雪莉只是因为我第一天到地检署报道的时候，她也是第一天报道支援，就这样。那我们是革命情感，惺惺相惜。那我们都立志做最好的司法人员跟警察，就这样而已啊。能有人跟着一起成长，那种感觉真的很好。我跟你也有一起成长啊，我在你身上也学了不少。有什么好学的？大家都叫我女诸葛，叫你冷面判官。不过更多的人说我比你更适合当冷面判官。那是因为你不常笑啊。哎，拜托，你每天对着嫌疑犯跟要被起诉的人，你怎么笑得出来啊？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是你平常的时候嘛。你看你平常啊这么少讲话，所以你笑的机会也会很少啊。你像现在不是很好？哎，你再笑一个。亮琴，王妃，主任，成功桥下发现一具女尸，你们谁去看一下？我去。王妃，你们去休息，我去就好。不行，昌门诊所的案子您替我接了，主任还是我去吧。我看这样好了，亮琴，你陪王妃过去看一下。是。是。哦，我在这边。现在已经8:30。
有明显的外伤吗？目前发现到头部有多处淤青的情形，恐怕这是尸体在漂流的过程中撞到了障碍物而造成的。不过一切都要等到回去检验之后才知道。对，要等进一步检验。但是我个人研判，这是意外溺毙的可能性比较大。意外溺毙。雪莉，刚才目击证人是怎么说的？目击民众说，他们吃饱饭后来这边散步，结果就发现这具女尸。听到了吗？你不觉得这过程哪里听起来怪怪的？你什么态度啊？哪里怪？你说啊！上次你判那外籍女子意外坠楼，我已经很不认同了。你这次又判她是意外溺毙。文杰，你觉得她不是意外溺毙？我的看法是，这个女孩子不过20来岁，年轻貌美，又全身名牌装扮，她一看就是跟人家约好了要出去赴约，或者是怎么样。但是你没有发现吗？她的包包呢？她的包包不见了。你怎么知道他的包包很有可能是飘到别的地方呢？我非常赞同你的说法，但我也可以跟你保证，绝对找不到他的包包。到底想这是健康的呀？因为这是他杀你吗？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自杀？你看他的手背有多处施打毒品的痕迹，很有可能是他服毒过多而致死啊！你有看到针筒吗？他这身穿着打扮还要跑到这边来打毒品，太不合常理了吧？你只不过是见识科，你到底凭什么在这里乱说话？你们在吵什么？他们对于死者是自杀还是他杀抱持不同意见。反正要查出真正死因，等结果报告出来就知道了。哎，同学，你是不是跟人家说了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只不过说些不中听但很中肯的话而已。文杰，其实本来就是要等法医做进一步的解剖验尸，才有更精确的判定。你对他太严格了。是吗？他的身上有任何身份证明吗？没有任何的证件。无名女尸全身名牌，看能不能从商家那边啊找到任何线索。又是一个吸毒的少女。检警已经到现场了，我们布置的就像不小心溺毙一样。另外，古老板那边说要几个正妹，不过我们现在人手不足，请欣姐指示。我们还有多少小姐？大概5、6个吧，不过都刚进来，而且古老板那边吃比较重口味，我担心到时候他们会打枪。这样啊，都把他们带出来吧。迟早他们都要见客的。是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撤撤的。谢谢。谢谢。怎么样，住得还习惯吗？习惯，只是想家。想家？嗯，想家就多努力赚一点，赚足了就可以不要做这一行了，对吧？是，欣姐。欣姐，我
想说什么就说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没有什么不能说的。我可不可以不要陪客人睡觉啊？不陪客人睡觉，我的宝贝啊，你的珠宝、你的衣服、你的鞋子，所有的一切的名牌怎么来呢？可是你看什么啊？现在怎么说怎么做嘛，你不做哪成王公司啊？我在跟小姐讲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？是告诉你多少遍了，对小姐们好一点，温柔一点。你看看他们一个个没精神的样子，待会怎么见客？是欣姐，我到一边去。不怕啊，都把头抬起来，漂亮。一会儿呢，都到我房间去，欣姐帮你们化个妆，然后漂漂亮亮去见客人啊。